礼貌啊，嘛未使无礼貌。啊，先生，杨丽，多一下这个。讲这个台湾历史啦吼，这页介绍完，拢给人手头来过，乌白介绍。好人看作歹人，甲你讲做歹人；歹人甲讲做好人。啊，我来去研究历史，我本来读商学，做生意，啊，就是有一日去看到五方吼，讲迄个计，讲五方迄个代志计。咱小学的时阵，大家拢有读过，五方是真伟大的人物的吼，哦，牺牲家己来讲迄个计。啊，我第二波思考就是讲，五方若计，五方是一个真低级的公务员，啊，就会使计。啊，若较大粒淡薄的，啊，就计较大的。啊，若上大粒的吼，哦，计较拢有认真，或者真诶。所以阮老爸甲讲哦，台湾破断，连倒头看。哦，啊，到甲即阵哦，一句话来讲是，可信度也阁真悬啦吼。所以我即摆伫讲个代志哦，拢就由台湾人的立场出发来去思考，来写一个书注。哦，啊，我后壁有一二十本的书哦，自由奉献哦，啊，拢要互民政府哦，你要交我就是拢无要紧哦。来，即摆是我讲第二集哦，即、這个。台湾吼的都市吼，这是1683年晚清政府来占台湾时阵的地图。哦，你讲这彩色的那是晚清政府占的。啊好，来，我徛后边一点，哈。我徛这边就会，哈。哦，啊这边就早点无，哈，快去。这堵路门啊，关吼这样长啦。1683年吼，1683年这年就是李成功，因这个家族退出台湾的时候，这年晚清政府来接台湾吼、哦。啊，所以这后边的伯伯吼，连名都无，叫做后山。哦，所以到我今仔日，花莲这选举叫做后山选举，就是这个理由。啊，这个到到晚清，拢总占台湾283年，所以我写一本书叫《满清据台第一山》，283年，吼、哦，283年中间，伊加过一个吼，加过一个所在叫做卡马兰，格马兰呐，哦，那叫做格马兰，就是因为加这个宜兰这个所在是卡马兰族。格满达兰族了，这是弥伯族，哦啊，所以这个五山来开垦半工，好啊，啊这个人啊做名册啊做土地成本等，好啊，提起给晚清政府，拜托晚清政府，把这卡马兰这个土地收归大清帝国。大清帝国考虑两年，国不离三种，大概修理了，啊，那都考虑两年。土地要送你，你还搁在考虑两年，哦，迄理由是安怎呢？这台湾的土地吼，西隆来个吃吼的时阵吼，因来当承认这块所在，这块所在是弊端，弊端的所在吼，有田有垦。拢总18000家，西隆7000家，第六个落去，这叫西大厝。伊分做10个所在收租。啊，晚清政府哦，晚清政府哦，该安怎处理？你会使住台湾，会住北京。啊，你要贪污腐化，去台湾贪污腐化，我去遐收租，叫鬼政府该杀去北京城。所以西隆的后代都无人住台湾，哦，你爱注意哦。李成功的后代无人住台湾哦，那会使就让你一挂人住台湾。
啊，即嘛，啊，即土地是安怎？土地是，即关前政府哦，有一个规定哦，叫做来台湾做官的哦，干那会使来做三年，对，三年官，两年满，两年什么满？你知？六年，这个满。三年官，两年半，哦，这是台，这台湾的俗语啦，吼。这日本时代俗语讲天下第一公，这正经家伙会下风啦，吼。这落拢哦，甲迄个时阵讲出来，吼。这爱这个歹收入这个土地的原因，就是讲，迄个关前政府哦，在看这个土地的时候，这这个登记阮小弟的名。啊，阮亲戚的名，啊，你当遮工作吼，小弟，你的土，你这块土地，你爱给纳出税，赚租。啊，你即摆做好啊，这个表来，我都袂贪污的咧。所以五不离三，就再开两年的时间，再来把这个卡马拉修一下。最近有一个汽车公司叫做格马兰汽车，哦，搞诶迄个公司吼，就是他们讲吼。这是假哦，咱过去对这扣骨的观念哦，无啥健康。咱厝的捌扣骨的人少夹人手，哇，大部分的人唔夹手。我讲吼，扣骨是为什么来扣骨？哦，我即马刷落来讲给你听，咱来来扣骨，因为你看迄个埃及的金字塔，伊有在扣骨无？变到 Q， 无 Q 了。无，伊一个无起一个金字塔起来，啊，都 Q 骨都搁再起一个哦，无迄种代。即、這个在南京吼，即、這个是一挂皇帝无，敢有搁 Q 骨？无甲一个 Q 骨，但是台湾人 Q 骨哪里这么普遍？什么理由？无理由，用骗的理由就是啦。啊，伊了，咱安怎用骗你？哦。那安怎方便？来，即摆来讲。即个咱安怎方便？就是提前讲，爸仔囝死了后，因拢在台南，哦，台南盐州村周阿伯埕寮，就即摆叫做埕寮，就说来台下。台下，阮前政府看到敢会爽，会爽。你即两支骨头吼。到尾就变作翻迁的瓶颈，所以哦，就美其名，哦，就该讲吼，这个是就叫做朱成功，就是我之前讲了，哦，这是康熙皇帝讲系名臣遗名士遗臣呐，非朕之乱臣贼子，不是我的乱臣贼子。所以，甲地仙公已经的骨头吼，诶，骨髓吼，离开台湾，过去台泉州一带啦，叫做迁墓。啊，这安就恶落去，大家看过？安那叫做恶地仙公的无？佫唔止哦，当时恶一百外门，明朝大官的无落来恶恶，来等等欣赏，啊，恶恶恶个。我随等你上，哎，都提个，把你说出来，等你上。啊，咱大人就看我，嗯，啊，那这个大官，大个大官拢我提乌乌咧，啊，啥意思？伊讲，就叫做扣骨。扣骨就是讲哦，恁讲啊，恁做啊，哦，是为泉州来，为漳州来哦，即马不该大陆去转，泉州、漳州，这叫做不好啦，又好。台湾人受袂痛咧，啊，国家即个勒索早甲其他人来啦。啊，我伫胡伦社演讲过那边，讲到这点，改变大家思考，无必要甲恁老爸、恁阿公、恁做诶迄个骨头吼，都去该翻一遍啦。一带落入土为安，所以即个是一个真不良诶、无好诶习惯。啊、我都有一回，阮阿公，阮阿公的墓，啊，阮阿叔主持，
啊，都哇，工人都骨头骨头骨头，啊，都捡骨头，对对，啊，捡好啊，啊，捡哦，工人捡捡捡捡捡，也无一段嘛。啊，捡起后，啊，我讲，我迄阵初中诶学生，我啊，遐阁一支骨头伊，啊，阮阿姐讲，啊，都有头有脚有手，好啊伊，你看神少加要创啥？这吼唔对啦，咱捡一骨头嘛袂使咧吼，啊，安尼去甲伊超凡，安尼敢对？绝对唔对啦，吼、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讲，伊改造的艺术其实在破坏风水，但是美其名叫做捡骨，所以这个捡骨的代志，咱即摆清楚，以后都无必要。做捡骨的代志，哦，这个地经甲地神讲吼，无庙啦。在这个清朝的时阵，这是对抗晚清的人的，安奈都爱给起庙，所以但是台湾人的纪念伊，所以有起一个帝王庙啦，哦，这是文，这是武。即啊，即嘛讲另外一个代志。咱讲即大陆话，哦，啊，因讲迄个北京话，啊，咱即台湾话是安怎来的？哎，由来爱讲会清楚，哦。河洛话，台湾话是伫黄河落水的所在，就是当年商朝的中原地带。啊，商朝的官位，哦，啊，这个官位，哦，因为商甲周建章、商林书记了后，都南迁，南迁来个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岛、广西，广东、广西，吼，都来省的，吼，有七个省，有七个省，不是每一个省拢在讲河洛话，吼，都是一个省一个省有。部分地区，部分地区在讲河洛话，所以这个国民党来给咱丑化台湾话，叫做闽南话。什么叫做闽南？闽是一个门内底一只虫的吼，这绝对不是好物件的吼，迄虫的。闽江以南，哦，闽江以南，但是咱即马讲，已经中国有七个省的在讲台湾河洛话的。现在才讲伊叫闽南话，所以叫咧矮化，哦，所以以后咱那个人讲，讲咱讲台话，还是讲河洛话，拢正常，哦，啊，唔好讲闽南话，迄都是去受着毒，哦，咱食着毒，家己都唔知影，哦，啊，即个讲着就当水灾啊，哦，啊，所以即个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岛、广西，吼，诶，吼，啊，台湾人到底是虾米款的人？咱敢是汉人的后代？咱绝对有汉史，吼。有一句话在讲：落港死一半，舌头消鬼子，什么意思？落港死死的有一半啦，不是死死去一半啦吼。啊，石头吼，规庄拢起消啦，不咩，规庄拢起消啦，吼，消规庄啦吼。奇怪，啊那规庄拢起死消，吼，啊那，像阮四季，啊阮伫即个石吼，台北石遐嘛有规庄拢死四季，我讲，哎呀，你这是为倒来？啊，原来是弥补作规划汉史了。啊，你是啥？死鬼，我们做死鬼。啊，所以迄规庄头拢死鬼，就无合理的经营啦。哦，这是弥补作规划作台湾民族的事。啊，这个林玛丽，林玛丽这是一个医生，在这个马街医院做 DNA 化验。伊英国英语发表的文章，
哦，啊，改翻作中文了后，写一本，咱吼留无共款的血，吼、哦，伫2010年出版，就是讲咱台湾人85%的血是美国种，吼、哦，85%是美国种。咱安个安来讲，我知个历史记录讲予大家听。荷兰是咱来台湾开始到有去甲你了解一寡，甲你记录一寡哦。迄阵美埔族的人口哦，包迄叫做先住民呐、啊、哦。咱即马改翻做原住民哦，即个改法啊，先住民哦，你不是讲先住民啊对啦吼。哦先住民用600,000，啊，汉人是较少，搁较早以前，哦，荷兰人伫1626年的时候画一幅图出来，就是讲，当时日本人伫台南的人口是比汉人的人口较侪，哦，迄有日本人画图做证，吼、哦，啊，这个。即寡人口，即600,000的人口吼，啊，到呾李成功要离开台湾的时阵吼，即个离开台湾的时阵吼，汉人移民一概约200,000。啊，康熙皇帝讲啊，安即简单，咱即马拍到台湾来啊吼，甲即200,000人迁来，迁去中国啊，就解决了台湾即个问题，永远解决。所以迄个200,000，啊，渐渐在变化，所以这个美埔族的人口出来愈来愈少，不是愈来愈少，去汉化。美埔族因为无文字，所以无法度通记录，哦，啊是，这是吼，无法度通记录，吼，啊无法度记录，啊阵啊无，美埔族还是还是一个问题，伊是不母系社会。查某掌管厝的财产是有查某囝，查甫的吼是去用借。啊，这个时候查某掌管的时候吼，好，即马有汉人查甫来，即罗汉卡来，就即罗汉卡做阿。嗯。哦。啊，但是生出囡仔要叫啥名？简单，但是要姓啥物就啊，都姓汉姓啊，都汉化去啊。哦。所以。伊有这本子写讲，咱老有不同的血液，咱有85%的血流着，这美国种，有一个试验吼，咱家己会使试验吼，咱手在食吼，啊是这只有一顺啦，哦有顺的人，知影无？你有知影家己有顺无？小件你手，哦无话真，啊你小个变一个吼，你变一个。普通你看了，可能看无，你就变一个吼，哦，你就落去走一结束走出来，啊，然后走结束出来吼，迄大概是啥物多数咯，无定答啦，哦，在正手倒手都无要紧啦，啊，有个人讲卡斯卡啦吼，避开啦，上尾再避开啦吼，哦，但是迄个我较无有记录啦吼。啊，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吼，满洲人吼，往过真少数人口，人口无到汉民族的10%来征服着中国大陆，欢喜就欢喜死。啊，即马我加提台，敢要治？无要治了。康熙皇帝吼，就讲吼，台湾乃弹丸之地。台湾配他的大人呀，得之无所加，得有无加相用，去之无所损，该欣赏啊无损害就行。啊，我即卖的诶解说就是讲，我身躯有100，啊涂骹有10块，诶捡起来，咁一个我想，我抱一个腰落去，我无必要捡啦，啊欣赏我无紧啦。即迄个心态嘛，哦，所以一般是台湾，哦，啊，外地台湾啊，
啊，买酒奈个摕台湾，皇帝都讲白滴啊哩，啊你下骹手的人讲要滴，要哪滴？西龙讲我要滴，啊都建议，建议中间有一个建议吼，或者康熙皇帝讲，这些建议吼，台湾袂做法，这个是什么建议呢吼？就是袂使试卷，袂使派去的官员三年一任，哦啊三年官两任嘛，啊派去的人袂使娶某仔囝，哦啊你某仔囝放喺中国做人质，做人质 hostage， 哦啊你都袂做法，哦啊你啊所以这个规定了后，哦。因为这个规定了后，台湾就欠查某，查某就欠，所以有一句话讲，娶一个某，看赢三先天工作。哦，这个某不得了，真简单。啊，即摆嘛引起招死查某一个，耶，中国人都红包碎了都拢代志拢会败了。啊，迄阵也无啥人管啦，啊，家摕去菜市卖，啊，查某人吼、哦、面较水个啦，较少年个较有计较嘛，对无？啊，若较老个啦吼，都较无计较，啊，袂使互你敬啦。但是伊家咧放个布袋来对，啊，布袋吼，我互你看面啦，你看面你就知影即少年个老个嘛，啊，互你。一个卡，手会塞落去无？啊，请问你要放倒位？小可讲一下，讲啊，放倒位啊，来要紧。放喙齿，哎，放喙齿啦，对啦，放恁这二十世纪的习惯啦，二十一世纪的习惯。啊，那放喙齿，喙齿吼，嘿啰，少年的吼。也袂犯后账，对无？咱小后边超过二十年才犯，啊！你望出去，哎，一个有气，哦，啊！所以即摆槟榔其实是落个有气的，哦，即有原因啦，即毋是讲有气的，即无原因，甲你讲有气的，哦，啊！所以有一挂代志，所以吼，袂使娶无仔囝来，哦，所以台湾。全产生民族的大融合，你无娶，你汉人不查某无来，所以你就甲原住民落去通婚啊、哦。哦，啊，即马佫讲吼，完全政府有做一项真歹真歹的代志。迄台人台五行之中，叫做平海五策，要来拍地成功，要定定这个海上的代志，有五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沿海三十华里，一华里差不多半公里啦吼，576公尺啦吼，的人袂使住人，袂使起厝。阿尼是要弄起来，阿尼吼郑成功不攻自灭，沿海三十华里人拢甲切到，诶，沿海三十华里是上好诶精华区，咱靠海是土家诶人是大堆嘛，阿今嘛甲你迁走，这个思想吼不得了，还是无法度解释，沿路行沿路死。啊！你要赚偌侪钱嘛？无可能，要赚偌侪食物也无可能。行两个月啊，你都无好势啊咧。哦，啊，去到另外一个所在，哦，我都偷生活，啊，沿海三十华里，诶，这多孤男千万人，哦，所以这样大量的台西人、台埔人就之间，咱的报、咱的历史书拢无写一条，所有船只全部烧去。出版不许下海，一出版你都袂使甲等咧海落去。所以啊，咱台湾人吼，咱的先民要移民来台湾的时候，过这个乌水沟，
吼、哦，有一句俗语：十去六死，三老一回头。十个去，六个死的无水沟；三个留在台湾，啊，还佫一个吼、哦，一回头了，就是讲啊，住台湾嘛，无关系，佫转。啊，那六个死的乌水沟，我看荷兰船竟过乌水沟，过来过去，而且讲的船过来过去都无代志的。哦，啊，那移民的人要坐船为乌水沟过去，我去查乌水沟的水流，30华里，啊，30公里啦，吼，每小时30公里，嘛会使啦，30公里就嘛会使啦，无讲偌强啦，吼。但是因为所有船只拢甲你小欣赏，所以你袂使创大只船，你著按过过度的迄款小船啊，啊威胁去，你著变地机会就大，这种有理由啦吼。即、這个第三点就是要提李前公的老爸李吉良，即爱小我讲，即讲好做大干的人吼，做汉干的人听就知影。李吉良哦，本来是海贼出身，啊，白手变做兵，了解收一个做官员，啊，做了袂歹，做了袂歹，但是兵亡去了，伊支持唐王吼，啊，就特别福建，吼，设立一个地区啦，啊，管福建省啊，一个区来啦，吼，一个省的所在。啊！伊关键性的所在吼，即、這个清朝要来拍福建，要来拍福建，啊，就甲李吉良讲，我吼吸三省总督的印那个蛋里。李吉良想讲，我怎啊咱一省来咧？我三省，我加一广东、广西啊，福建三省总督，其实这三省拢完全了袂占着啦。就是甲你答应一个吼，也袂，你也讲袂到的物件吼，甲你答应三省总督的印啊，互你。哦，李吉良真欢喜。第一，找因家，李成功，今日咱斗阵来斗枪，斗阵来斗枪。啊，李成功讲，闹迄个老爸，家境不良，所以袂介意。啊，就专一沿路吼，李吉良。查带500名的乌人兵，奇怪，哪有乌人兵？哦，但是这个乌人甲非洲的乌人无共款，这是伫南洋一带吼，白卡乌色的吼，像讲印度乌人吼，印度嘛是乌印度啊嘛吼，乌人吼，这款的乌人吼，500名，啊都去。去这个迄、那个福建首府吼，这个福州啊，无头前吼，就是讲我嘛不识，我扶持哦，唐王起来的。伊讲你免惊，咱吼两军对峙吼，两个军吼在对吼，伊完全变退30华里。啊！李吉良一看到，哇！你退30华里，我退200华里，哦，这个，一只狗咁快，哦，退两百华里，所以完全过来退了这个福建的首府，哦，福州。啊，即卖伊就带人要去福州加温州来讲，来做大官啦。封你一个部长啦，封你一个省长啊，都欢喜到要死去吼，啊，都去啊。啊，去的时候沿路都陪伴，吼，啊，去个福州，啊，这个贝勒爷吼，就是这个主持谈判的一个完整的贵族贝勒，介伊都头一个头张家的，完整个头前头壳张。好提前后边老头当买了老爷完全不讨好第二折见为盟跟钱吼在塞外蒙古人跟这个
满洲人拢同款，迄塞外面下棋，啊下棋吼，就折剑，很能很旧耍，旧耍是折剑回门，啊就这两个动作做了。第三项动作就是饮酒饮三缸，痛饮三日，吼、哦，到我第三缸吼、哦，人贝勒爷吼、哦。偷偷甲李志亮做个武器不惊啦，何以甲伊个军队团结？从此，李志亮就带北京就无转来啊。啊，去有做大官无？有，无甲偌大啦。哦，中国是公侯伯子男，封邑一个伯爵啦。不是公爵，不是侯啊，伯啊，伯爵啊，你过十七年了，这个人无利用，计在变怎处理？找一个真衰的借口，因家的佣人控告他，转介因国家口岸哦，在一卡啊，然后东西拢算打破的啦，打破拢无事。所以就刚当菜市啊，个太太死，这就是大家的下下场啦。要甲你利用的时候，就来甲你利用；啊，若歹甲你利用，来太死。啊，最近发生的，咱目睭拢看会到的时代，就是伫罕见的时阵，有一班外名的什么反共意识，啊，哪有一挂反共意识？那是第一罕见，是美国用个火海战术，用个机关枪，砰砰砰砰砰砰砰，啊！一边用个人抓，啊！好你断，好你断，好你断，啊！就前仆后继，一个火海对人海，这句恁捌听过吗？啊！那中国人那腿啊，遐无停多，用个人去上气，恁知原因？哎、欸，对，一百分，哦，这种厉害。哎吼、哦，国民党投降，共产党250万，军队吼集体投降吼，直接拖进去。啊，这帮军队吼，扣170万，较用出来，咱的外地登记出来，扣170万，提起汉奸做炮灰。你若无枪，我后壁机关枪甲你拍；你头前美军甲你拍，后壁我再甲你拍。所以一个人算穷啊，算穷，人还多，火还下。既然做大干干，吼、哦，汉干下流都看惯啦，爱做。这是讲给大家听，啊，恁咪先讲吼，一寡的游离彷徨，要去做中国汉干吼，要做大干的人吼，去讲这话听。好，讲一段。阮前面一个个安平。咱台南有一个做的叫做安平嘛，但是在福建吼，李成功的故乡叫做安平，啊，所以伊个台南，迄个所在叫做安平，在台南迄个所在叫安平。啊，因老母，李成功的老母是日本人，哦，这日本人吼，人都讲，哎，这本领变起来，咱好走。伊讲，我阿母做大官咧，我来惊伊要创啥？但是你爱知哦，满清的兵看你是敌民哦，无甲你看做同胞哦。敢若国民党看台湾人敌胞啊，虽然看你都是做同胞，看做敌胞。敌胞哦，发生一件事情，甲李成功的老母强奸。啊！陈成功老母全掉头自杀。啊！陈成功知影消息，迄阵20岁，全哦，迄、那个本来是穿儒装啊，就是讲读书人的衫，八八条穿军装，全去旧装，面对抗满清。所以这个家庭哦，真悲惨。一个老爸是花完钱去道歉。啊，引起老母自杀，啊，家里抗清，一个
安尼两个小度啦。这理由安尼解说都会通啦，吼。所以这个做台干然后做这个汉干然后下场拢无甲这个好下场，但是表面绝对好，表面绝对真好，表面好不做官咯，不做议长咯，吼，我哩，好，叫过来。甲你乌坟墓，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这项，挖祖坟就破坏风水。安怎破坏伊个？甲你坟墓挖起了后，啊，就出骨头咧，骨头甲你连连咧，啊，我学过去年啊，甲你连着，啊，油鸡啦，甲之前讲因厝哦，祖先甲油鸡，啊，油鸡油一阵了，去到一个外另外一个村吼，就要村个家家来落家。做这种代志啦，啊，所以之前讲气概吼，啊，对台湾呢吼，诶，一寡兵啊吼，迄阵台湾有四万名诶，之前讲诶部队，哦，伊去各县吼垦荒啦，垦荒就是做孤立啦吼，啊，搁一项代志就是，你一寡导航诶士兵吼，甲你派去西伯利亚。去做一下，欸，咱台湾兵是热带兵呢，啊，去西伯利亚是寒带呢，在黑龙江以北吼，在雅克萨战役吼去战，来准备吼你去死死的吼，你这个人那歹死吼，都该杀去也死，所以若有机会讨论一寡，那个该算吼。啊，即嘛都讲温州人就管。阮州人入关，哦，入关关是啥物意思？长城的意思。啊，有人甲我讲，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我讲哦，长城以北就是中，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啊，对不？甲讲我唔对的人哦，有问题，伊绝对嘛唔敢讲，你讲侵略的嘛。长城就是，话甲讲清楚，哦，长城以北为西，所以一关，哦，即关人一关，啊，关州人哦，啊，不养下鸡，一五九九年，哦，以俄蒙古文创作满文，以俄即蒙古的文，伊那块俄汉文来，甲日本人甲韩国人甲过来啊，俄。我汉文，因为有长城隔起来，长城隔起来时吼，你的兵要来甲侵略困难，但是我的文化要去侵略你嘛无法度，所以伊阵对隔壁的蒙古文，蒙古文，而阮就文写了甲汉字写了真无共款，哦，啊伊还佫学西藏文，哦，即讲。啊，咱即摆爱讲，吼，哦，所以伊来统治中国268年，咱小弟甲咱讲，伊哪有法度来统治中国268年？吼，哦，是靠啥物来统治？即，哦，个加一个狗牛啊，吼，哦，即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症，啊，哦，症候群症啦，我记啦吼。斯德哥尔摩，大家知影，这是水电的首都啦。哦，啊，咱要讲这段，一个人的心理有关联，所以咱来插一段来讲。哦，这是一种哦，认同加害者的现代奴隶。先讲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个所在哦，发生在1972年发生一个枪案，银行抢劫，啊，抢劫。抢匪吼，是去银行内底边啊抢劫，啊外口警察一堆来包围，啊安尼相对吼对峙五天计十几小时，算六天啦。啊，即抢匪输去，啊都叫抓起，啊抓起了去犯疑审判，啊怎去犯疑审判，啊都叫即证人，哦。
就银行的休假，啊，当时伊是安怎欺负你们？啊，你啊，结果有一个小姐讲哦，这个用都偌好个咧，真好，我要甲伊订婚。嘿，啊，这款是啥物人？啊，这是犯啥物病？澳洲世界无法度通解说，无法度通解说，所以一个名，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讲你来同情，你来帮咱加害者，你是受害者的吼，啊来帮咱加害者，你台湾有这款人无？我啊，安尼哦，啊，五百个即马就创啥？这都是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这人破皮啊！啊，所以即马有了美女人讲一句话：台湾有三种熊，一种熊吼，五位熊叫做五位熊啊，啊，一只五波熊啦，啊，上尾迄只只。神经无正常，对无？啊，个神经无正常，啊，个看到你，啊，就对。啊，即马到即个水果苗啊，吼，啥物代志？这是发现个过冬年，过冬年吼，即 Hurst， 哦，即少年查某囡仔 Hurst， 即个刊物，迄个杂志的印出来吼，即个查某囡仔。伊是赫斯特鲍系的孙女，因阿公哦做有钱的哦，啊所以哦，人家掠去，强他一百万美金，啊因阿公哦 OK 一百万美金，好哩，哎、欸、啊人家无救出来，袂就讲啊你安怎一百万好哩啊你阿公无把阮孙女出来，伊讲爱四百万，伊讲四百万嘛好好哩，哦。啊！但是一步一步安怎行，大家安怎行吼，安规定会好，结果无办出来，结果无办。但是这个查某囡仔，过三个月了后，伫旧金山有一个银行抢劫案，这查某囡仔就抢，摕一个 AK-47来去抢劫，迄个录音机给录起，啊！再看，哦，惊一个，哦，恁查某孙变成中毒。这个也是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同款，这不是干台湾人会患的哦，全世界人都有这个经验。这句话大家看到，打败仗的战胜国，这吼、哦，这个我变变错了。这个中国你定是世界大战，敢有这样？白仗，对吧？但是伊是战胜国的，啊来占台湾呢，所以打败仗战胜国，这互你观念稍微较清楚，哦，打败仗战胜国，啊所以你来安尼讲的时候，你讲安讲什么？日本飞机来轰炸台湾，你个代志都会发生啊吼。即吼，咱拢个 QA 来讲吼，蒋介石个黄金谎言，即句话，当伊来台湾是一个台湾钱阴卡巴个所在，啊，互即个当伊管一几个月啊，那年吼就四万换一块啊，你知？四万换一块，什么意思？就是讲吼。我买一台奔驰，开200万，即马干那50块都买得到。
还叫四百五十块，不是二十块，哇！五十块换你一台面子，那当然钱那有扣，扣抢了了，哦，给四百五十块。哎，就该就看哦，你那遐强，伊嘛要学，所以伊在中国哦，发行叫金元券，大家知影啥叫金元券？这个黄金，恁家若黄金无来换，我就来切听，我大家都提黄金去换，所以卷了一堆黄金呐，哦，这。这中国人讲，迄个黄金拢运来台湾，来放屁。咱安怎讲？这个一句话是放屁。蒋介石1949年走路来台湾的时候，台湾是危险的所在，还是安全的所在？哪安全？危险到要死去嘞！共产党部队可能随。你若认为安全吼，我其他都无法度讲。你若认为无安全的时阵，你黄金要藏倒，绝对袂藏台湾，一句话。所以吼，我一个同学，伊迄小岛，伫迄小岛伊就，隔壁就一个中国人，讲伊共产党。因为伊是载迄台黄金船的水手啦，为上海吼黄金吼载出来，啊载出来的时阵吼，先靠岸靠倒位，毋是来靠贵人哦，啊毋是先去靠马尼拉，啊马尼拉靠岸了后。啊，黄金安怎处理？伊毋知影，但是都有处理。啊，拄仔来来，过人哦，还是所有人拢无要紧。啊，我最近有听一篇演讲，啊，去看迄个黄金的库存的所在吼，看，讲哦，即款黄金是啥物黄金呢？金杯啦，金盾啦，那即款。即款物件卖无钱嘛？你黄金999的，嫌要算真简单嘛？啊，你什么金杯、银盾，迄个无较做咧？迄个放个即摆放个新店的迄个啥地？哦，创业不看地看。所以这个黄金的谎言啦，吼、哦、啊！伊尽量吼，中国人来了，互台湾退步，哦，哎呀，够，蒋介石的葬礼，哦，沿路吼来过去，哦，大家什么，跟咱咧哭的，就是我讲，啊，尾就我看到金日成的葬礼，我介感慨，哦，啊，这是我咧。这下一本书叫做《奴隶》，吼，《奴隶》奴隶的时候，我坐巴士吼，为台北车头一个路道，我去死，沿路的迄、那个诶商店的名，伊若写讲台南大米，或者台湾米的，啊若讲湖南菜。啊，即中国味的，吼、哦！啊，中国思想的几间，台湾思想的几间，吼、哦！我一早我都有去区分这件代志，吼、哦！啊，即款的情形下，头前吼、哦、十多年前算的时吼、哦，有18间中国思想，啊，8间台湾思想。啊，过十年了后，啊，变之前了后，哎，改变，8间有中国思想，18间台湾思想，什么理由？以后咱若要去食饭，哦，有些什么菜馆，
香菜我都搬家哩，都夹来这边，大家爱知影，即为细项代志，家己都爱做起，哦，你爱知影讲，咱来支持台湾嘞，哦，即，啊，咱的迄个学校的名、商店的名，啊，即拢可以互甲乱七八糟啦，哦，哦，这个，啊，即、这个。户籍制度是分化的退缩。我有去做统计，1945年日本人撤走了后，台湾人有偌济？600万，有户口600万，这个开始。啊，开始中国人开始进来，进来偌济？你知影无？迄种中毒啊，中毒！我讲哦，迄阵哦，讲600万大军的机会，600万嘛，迄阵囡仔嘛算在内，用查某嘛算在内，嘛在600万大军。你想讲中国人讲话你会信的？你若知影讲中国人讲话是信的，你就知讲600万大军对200万。啊，我去编组诶，中兴。大学吼，有人做研究，吼个统计到啊1952年吼，台湾户口破产的时阵吼，有两个讲法，一个600万，一个900万啦。但是大家头壳内底藏200万，只是安怎藏200万？因为有一个人叫做林永刚，伊讲200万精英啦，啊，无精英啦，吼，迄个户籍制度甲你分。那甲外省人结婚的吼，你户籍随便外省，啊薪水拢外省，啊所以生一个山东孩子，要去山东，啊去到山东人讲伊带包，吼、哦，这都正常。所以咱来知讲，咱去用挑话，哦，这汉民族为什么？卫生啊，卫生的主要道理，就是跟儒家跟统治者的关系。这个儒家乃必罪，至圣先师孔子，那必须至圣。不管一个人哦，安尼2000年来的拢按徛迄个位哦，讲至圣先师，敢若孔子我都徛得了，像别人拢徛袂了，什么道理？秦始皇叫做秦一世，啊，二世到个三世都完蛋了。啊，即嘛换汉朝，到个汉武帝时阵，汉武帝就讲，奈安问一挂学者，伊个代事，即要安怎办？啊，伊代事就讲啊，即两个啦，哦，孔子这套上好，孔子这套好得多。伊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做君王的甲做臣的，永远君君臣臣。啊，父父子子，做老爸甲囝的关系都有等于父父子子。安尼有通无？真通的吼，但是内底有缺点，缺点在倒。君君臣臣的时阵君。会使80岁、90岁，啊，嘛会使3岁。啊，你对3岁要效忠，要效忠就好，你要那个对象向效忠，是唔对。我读去十学年读迄个西洋史，发现着当罗马帝国一个王朝2000年的历史，啊，伊那我都2000年，原因伊干那用。传吼，即、这个王位传吼，有能力的成年男子才使做王。啊，所以每一个王，大家看拢是，伊得伊的高手的吼。啊，不止迄个三岁，啊，袂晓讲话，啊，袂晓写字，就做王的吼。但是即个制度对做皇帝吼真好，保证因囝、因孙，恁拢爱来孝顺。所以我在读高一的时候，读军训课，军训课专吼讲迄个
诶，头一篇就介绍伫讲，哦，即、這个来介绍军事课甲就介绍哪关系，就是摕孔子诶来讲，哦，互你做，好好的做奴隶，这就是统治者家族学，啊，加上科举制度。下面个科举制度，就是讲你爱考试，才会使升官发财。中国人爱上讲爱讲发财吼，才会升官。啊，要考试的题目，一本书叫做《四书五经》，出来拢免读。所以欧洲世界有工业大革命，地球是圆的，航海从地球是圆的，啊，所以伊个啊都写来个东方。世界，中国人也不知影，该不得四书五经，因为四书五经也无家己地球啊，所以这头壳就是互缩起，啊缩啊，那日本人搁个明治维新就无个开放，哦，开放，日本拢去西方摕出境，无歪中国个物件，哦，所以日本就强起来。一个甲一个儒学，还一个一个轮回因果论，就是讲人吼有几，你有几个迄个后代，你有前世后世，人一代还是几啊代？啊，你若感觉有几啊代吼，哦，就叫做轮回嘛。哦，啊，轮回就是讲哦，你的顶上一世吼跟下一世。这轮回制度安怎来？这是为印度来。印度是黑人的所在，哦，叫做达克涅人。达克涅人这挂人哦，黑人，在三千年前哦，有雅利安人，这是白人，为伊朗那边的入侵到印度，啊，这白人的人数不。甲本州人同款，无到一拍身，啊来统治一大堆的黑人变啊统治，就甲人吼分做四级。婆罗门、沙地利、娑婆罗、吠舍，分做四级。咱先简单讲个，一二三四，四。头一级什么人？做野兽的，宗教开优先吼，做野兽。第二级，国王军队，迄落文武官员，第二级。第三级，生理人，哦，平民人。第四级，奴隶啦。哦，啊，尾就搁加一级，叫做 untouchable， 不可触。哦，你做哪讲？第三级的，甲第四级新出来囡仔，啊，即款囡仔哦，第四级，第五级，不可触。这干那会使去吼，做迄落打赛啦吼，还是去做迄落跟尸体的抗体这块。啊，那都爱做轮回制度。伊讲吼，哎，各位啊，你一生来对吼，你都做奴隶吼，好好做奴隶，后世人甲你升一级，对吼，砍嘴无机啦。所以这轮回制度到我们的头壳吼，经常会去吼运用去，你会变做人的奴隶，唔知啊？你都啊，这世人叫做啊，这世人来，你嘛，你就好好做奴隶就好啊嘛。后世人再来升一级，这就是奴隶制度来。哦，这为印度遐发明三千年前，所以实现这奴隶制度吼。人通敌印度顺顺利利，到咱蒙古人去，这边的时候说，哎，啊，有这制度真好啊，我卡翘起来，恁管，哦，啊，就啊，不管你，我派两个都有法度，人管你几个印度啊，英国人就嘛欢喜，甲你管，几两三百年，印度就永远做奴隶，印度人永远做奴隶，哦，所以中国人嘛永远做奴隶，哦，还是你看袂出来。通底价，甲比通底价诶皮肤颜色同款，哦，你看看袂出，但是印度随看出来，印度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完全白人，第四集黑人。啊，即嘛，讲统一，虽然讲正经要甲中国统一啦，统一了后有啥物现象？哦，即、这个德国，德国哦战败了后，人迄希特勒的教育嘛，是甲希特勒甲迄德国人人民哦教育甲迄个真儒化教育嘛，教育甲真成功。啊，哪会买酒？叫美国破光去，就是有一个纽伦堡大使，这个审判公开公正，啊，伫审判你倒位安怎做安怎做，啊，伫讲讲几年了后，大家清醒咧，哦，啊，台湾公务员爱重新筛选，台湾即个公务员哦，拢头壳在对啥物，但是咱台湾哦。过去吼，真侪英雄啦，民族英雄吼，计划伊就是荷兰时代吼，反荷兰人计划伊吼，啊，朱一贵、林松文、戴调春，这是清朝的时阵吼，朱一贵是阿武王吼在屏东，林松文中华吼，林松文哦，啊，戴调春是。较较晚清的时，啊，啊，甘大西、华体好、林小鸟，这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吼，控制三兵，吼，控制三兵，一只西、一只虎、一只鸟，吼，啊，甲日本人夹啊吼，乱七八糟。咱台湾啊，我最后我写一文字，叫做伟大的台湾人。这个拢叫伊拢叫砍起来。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咱台湾人提德国刀菜刀就该杀，杀七年会战。啊，日本人来打台湾，开六个月的时间，才为部队到达打到台南，打到台南。台南的守军吼，老英吼，乌旗军吼，全暗时化妆做阿婆啊，啊穿查某衫吼，为岸边干走，啊所以叫做阿婆那干，对，阿婆那干就是安尼来吼。所以咱台湾俗语吼，你都爱听个知影，阿婆那干。咱即马讲咱食饭，哎，阮要来人啊吼，就是讲再见哦，对，阿婆那干啊，是这个意思。阿婆人家，这个用六个月时间开72,000兵，哦，海军用100%来围台湾，哦，占着36,000平方公里的所在。过30年了，918事变，日本人派2万名兵去占中国东北。占着平台湾大36倍的所在，人口加14倍的所在，开两个月，啊，即嘛一个疑问，那阵啊住喺中国的是台湾人，啊，日本人干那开20,000兵，爱占偌久才占起来，爱216年，所以你讲台湾人伟大无伟大，所以。我是讲，一个伟大的台湾人，哦，这个统计数字，咱来统计就知影。哦，咱一个武侠事件啦，莫纳鲁到啦吼，哦，啊，顶回有讲过好兄弟啦吼，好兄弟是啥意思？好兄弟吼，敢那知影人无多吼，好兄弟就是在路边吼。死一堆人，啊，装卡的人吼，全家卧一群，来抬的，啊，起一间细间啊庙，叫一关，哦，叫做幽燕宫、老王宫、八仙宫、八仙爷，有无？恁有看见即款细间啊庙无？
逐位拢有啦。即挂人吼，就是反抗满清，反抗国民党，哦，反抗日本人，哦，啊去吼，统治者杀死因咧路边，啊，统治者敢有甲你收尸个？无嘛，啊，所以咱民间咧人甲收尸个，啊，叫好兄弟嘛。啊，好兄弟就是不讲无查某的来对的意思，大部分拢是查甫嘛，啊，这是好兄弟。啊，即嘛做一个问题给大家。我记得好啦，啊，若去做台奸呢？啊，去予咱台湾人台死，啊，叫做啥物啊？移民呀。对，会叫做移民啦。哎，现在是不比移民啦。啊，你讲清楚。哦，所以吼，咱这头壳内底吼，管一寡不足，我特别甲一寡不足清理煞。我清理煞，嘛爱甲大家不足拢清理煞。移民呀，移民就是挖去统治者的政府的，啊来欺负咱台湾人，啊欺负咱台湾人太死，爱去起一间庙，庙在起庙，无啥人要甲起庙，但人要甲起庙，吼、哦，这真。真简单，就是讲咱过去所有经历，吼，哦，即讲给大家听下，吼。1970年次甲案，即就是咱今仔日的迄个钢架，迄个郑志才，吼，哦，次甲案等等。我有阁写一篇哦，世界上巧的民族，台湾民族，咱台湾民族敢有世界上巧？安怎算？你安怎算是世界上巧？上巧？哦，我的生活是安尼啦，啊，讲给大家做参考。因为迄本书是2006年出版，啊，参考了2005年美国资料，美国的。这个专利局啦吼，发表的专利局2004年所发的这个专利证书吼，有得到发明奖，发明的吼，美国人8万件，日本人2万件，第二名，美国人第二名，日本人第二名，第三名是啥人？德国9000件，第四名台湾6000件。哦，啊，我的生活有跟人无共款，我算吼人口数来算，美国平均300个人1件，300个人平均1件，第一名，台湾人270几件，270几个人1件，第二名，日本人260几件。260个人，啊，德国在后边，所以咱台湾已经第二名了。但是咱要注意哦，咱用的文字是汉字，汉字无刻刻合化。咱来用英语的最多时吼，即差甲美国差10%的时阵，跳起去啊。所以我就讲，咱台湾民族世界上巧，安尼有人判断。一个台湾民族，哎，结果我有一回在美国在讲这块的时候，一个研究，伊讲我有十几件发明，啊，是算个台湾人个，还是算个美国人个？我讲啊，你国籍什么国籍？伊讲伊摕美国籍，我讲啊，你是算美国人啊，我算台湾人，哦，所以那连贯都算来吼，那是早上五点俩。咱讲到2008，吼，2008多咱记起。2008的原因，第一，咱的生活水平真高，因个真低。咱的识字率，吼，有70%，中国人3%。哎，中国人唔捌字一大堆，一寡人来台湾，大家拢唔捌字，啊，唔捌字可以去做户籍事务所的
所长的官员。啊，我去读新学校，啊，拄着原住民一个学生，一个同学，一姓全，全部的全。我讲诶，啊，你哪有这个时都不是汉字，这是韩国时到姓全部的全。我讲恁老爸姓啥？唔知甲讲啥，都不是全啦。伊讲阮啊一姓金啦，金门的金啦。我讲啊，金甲全都无共意咧。伊讲何志王讲加两点，我欠两点，共款。白痴的吼，叫迄个白痴的来管。啊，咱中国人三下先讲一个理由来互听，为虾米？咱台湾那70%白痴，爱讲道理啊。咱台湾人伫日本时代的教育叫做国民教育。你无去读书，是犯法。大家拢爱去读，所以咱有70%白痴的正常。好、哦，啊，中国人呢，咱无什么国民教育。中国人的教育是，你爱去有钱去私塾去拿钱去读，啊，咱3%安尼合理嘛。所以中国人不止3%，啊，叫3%的人管哦，哦，自然二二八都会发生啦，哦，这款的代志哦，因为差上远啦，叫个一个孤立来甲你管这头家，啥物啊？哎，讲到国民党清党的原因，国民党清党，那都爱清党。迄、那个孙中山讲哦，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恁不听着，对不？哦，就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苏联听了爽，所以甲孙中山讲，我予你20,000名兵的设备、金钱、武器，一切设备，哦，啊，甲你起军校。去一个黄埔军校给你，啊，你派一个人来做校长，啊，孙中山边无大将，啊，无好调化做先锋，这个叫孙中叫蒋介石啊去，蒋介石啊去吼，啊，回来就变做黄埔军校的校长，啊，副校长就是迄阵无叫副校长，迄个叫教务长吼，是啦。周恩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钱是谁出的，共产党出的钱嘛。啊，他20,000名兵的那个配额，他建立四个师了，应该是建立两个师就好了，他建立四个师，大家比较艰苦，免那个苏联追阵，较节省的。第四师就是那个共产党的部队，第四师，最害怕都叫第四师去。啊，愈节制，这军队愈节制愈勇，啊，拍个人惊来，哦，拍个人惊来阵哦，这个就该做度量哦，实在有够威，都挡袂掉啊，挡袂掉什么？共产党就侵来，所以中国的大乱源。共产主义迄阵在中国，冒什么陈独秀，哦，嘛在俄罗斯的物件，这个物件不是讲真歹，哦，啊，但是你无讲伊后摆全该清党，全该台共产党，共产党来台，啊，共产党和苏联做后边，哦，所以引起中国扰乱，就不成立。至少60几年啦，60、70年啦，哦。咱嘛爱讲西方耐强，咱就讲中国安尼弱吼，啊，咱西方耐强，西方强的原因是在哪里？哦，这个我去读新学校，发
见到这个人，澳洲世界嘛在烧金嘞，因的烧金跟咱的烧金烧法不同款，咱的烧金是金箔搭一块粗纸，啊，都安尼都骗钱骗鬼，来去创业的我唔知，小小的啊，都准如何，那要骗啥人？人迄个西方世界是，我甲你骗了，你到新台币一万块来，我印一张赎罪券给你，你甲你会做下面一万块，你死了摕这张纸去天堂，啊，你来捐十万块，十万块做甲你下面，你不知咧骗啥？在1517年，西方世界，那个觉醒了，气起来，就是骗鬼，但是台湾还在骗鬼，你那个1517年，马丁路德转宗教改革，所以分裂，宗教分裂，分作传统的天主教和新教，叫做基督教。这有这个经济这个所在，啊！但是你分裂了后，迄、那个教皇专门抓这个马丁路德的，抓袂着，抓袂着，伊四过站，啊！伊走去山顶，啊！受着迄、那个罗曼帝的诸侯的保护，哦，啊，全抓无着，哦，所以抓无着全哦，下底会使讲地球是野啊。你以前若讲地球圆的，啊，你上帝甲囥在倒，啊，佮地球佮晒太阳，哇，你这还佮起啥？哦，迄那得了？但是澳洲世界开放了，因为1517年开放，所以思想开放第一点，像讲咱这民政府嘛是伫佮你开放思想，伊一个开放的思想的时阵。转，伊讲地讲地球是伊个，所以顶回我讲，人来到台湾，和台湾叫做 Formosa， 这个名用到即阵。啊，第17世纪，台湾的名号做汉文的名号做30个以上，30-40个，好未煞。都，我讲的名跟你讲的名，唔知是同一个岛啊，无同一个岛。那个培养维地图嘛，无精度，无维度，培养学画这款物件，自然，你可靠性不大。西方世界已经侵入个这边，还佫人讲一句话，荷兰兵，荷兰人讲，阮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都无法度打败中国50名。2-50，啊，这个记录正确，好、哦，这个记录正确，按怎来讲正确的？1683年，哦，1661年啦，吼、哦，郑成功派25000名兵来打台湾，25万。25000名兵，迄阵台湾荷兰兵有偌济？荷兰人拢总有2000人，散布全台湾，伫台南一带干呐1000名，啊，所以25对1000人，啊，毋是25倍，对无？啊嘛拍10个，毋是讲一去你就多捡着拍10个呢？哦，荷兰人呾天造。到了1662年，伊个吹得走，啊、哦，咱头壳内底真侪孔孟思想的遗毒，哦，建党就是要忠君，哦，所以为什么今仔日早起李自在在讲去西方世界？去澳洲、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来再来推动这个，啊，台湾的全公共也遐在等，吼、哦，这就是吼、哦，咱受着孔孟思想的遗毒，当然得跟你讲一句话，会不会？
所以大家要注意，红粉思想一边讲是好，啊，另外一边可能真侪毒素伫个内底，吼、哦，啊，即、這个统治者绝对是利用毒素甲你传播，毋是讲控制是歹人，但是统治者是用伊有利的所在来甲你控制。即大多拢加减讲，即汉民族衰弱的原因啦吼。即马讲一个较轻松的问题，红门天地会，即个吼，我虽然就感觉即个是外省八卦，外省啊八卦，结果研究台湾的史料，哎，唔对咧，哎为台湾发展的咧，哦。这个吼、哦，一个叫做陈英华，陈英华吼、哦，在高知内底叫做陈近南，哦，陈英华吼、哦，都这个是李先公的，跟他讲，单雄几位的人啦吼，啊伊吼、哦，伊在这个发现讲，为什么？少少一趴生的阮人有法度打败汉民族，是啥物哩？就是因真简单，哦，无钱甲你买，都不能爱钱嘛。钱到啥物大官投降啊吼，来将个投降啊，啊个官位一边是钱，一边是官。啊官位吼，像讲在康熙的时候，开放，像伯爵、鸿儒、科罗，什么物件，什么人拢会使来官做官，啊，做官后来就做迄个高官，然后转到头壳拢拍拍，这都是这个汉民族为什么比少数到一趴身的人去统治？好，啊，咱要安怎做？这个等你。但年华就讲，什么人袂使互，无法度互买收，伊就讲大众。所以伊发明一种红门天地会，内底有暗语，暗语就是讲，我讲一句话吼，啊，即含有某种意思。我做一个动作，我夹一块杯啊，我夹这杯啊吼，我夹夹夹吼，你就知讲吼。我夹这杯啊，是无同款。我安尼夹有啥物啥物无同款的所在无？真的吼、哦。啊，我即摆吼做一个动作吼、哦，这个就是一个三把半相吼，囥个夹，啊囥个夹，囥个夹吼，代表我的官位吼，无夹是夹是会长嘛，啊夹是下骹的人吼、哦。我即摆夹。阿贵的手，阿我诶，即个甲你拍一个按摩，吼我按，诶、迄、那个握手，吼、哦，我头顶握手，啊，大家照这方法去后边握手。我卖讲啥物，但是我来讲吼，即、這个符号代表是鸿门的符号，来，我甲你握手，好、哦，啊，你甲后边人握手，好、哦，你知这是怎啦？不意思不，不团了。好、哦，你看后边人团结的意思啊，好、哦，那、哦、你再，哎、欸，你看后边人团结的意思，啊，大家知影讲，啊，你是什么意思？这吼、哦，你知道了，好、哦，我讲哦，这就是一手按机啊，你，啊，干啥？啊，手会旋哦，按落去，别人无看。你知影、啊，我知影、啊，啊，两个拢交起来就哎、欸、兄弟，对不？这鸿门天地会哦，哎、欸，这招哦，啊，下骹还够招数。来，这个地点啊，这个布阵，专门一个人吼，地点嘛，甲即摆意思，地点也无共款哦。伊吼、哦，一个地，啊，
地盘内底放石头，啊，外口放石头，啊，这啥意思？有人知无？你是考我个，考我个。哎呀，做解决。对哦，对对对，是吧？外国哈，哎，这个破的，为外口个贴进来。这一个暗号字，咱常常有听到讲，伊个洪门摆这个茶阵，啊，这茶阵，啊，来对，他说有一首诗，好，布阵哈，一个布阵，一支地鼓，甲一碗地放个地盘中，另外一个地盘外口。要走车，甲试探是毋是红门的兄弟？啊，你判定就是个第一，放个盘来对，盘起来，啊，相请你，啊，就爱讲吼，木有城内是乾坤，义气全变一点红啦。今日异乡来叩门，卖甲红英挡外人啦。你卖甲做外口人吼，咱拢共个啊吼，啊全家迄个背地扛落啊，即个就是寒门提地会吼，啊即、這个教授吼，几多来？毋是我发明的。即、這个台湾吼，以前讲吼，传到地京，吼、哦、地京迄个时候西龙派军来。伊就较紧甲即个名册啦吼、制度啦吼、啊一寡文献吼、放喺箱仔内底吼，啊，甲等咧海路，封板甲等咧海路，等咧海路去了吼，伫海内底吼，一百多年，差不多一百六十几年，才去吼福建一个渔民甲发现，啊，看到即个物件，啊，看到即个物件吼。专有人写一本书叫做《海顿》，啊，所以我去迄、那个古林这古资店啊，买了一本《海顿》的书，才知影这款物件，不错。啊，安尼嘞，一杯茶，一杯水，啊，变哪创？倒倒给我倒倒起来吼，你还有啥物看法无？这是啊，对对对，水给倒掉。伊这水哦，啊，这水给倒掉，哎，因为水哦叫做清水，清掉的清，啊，这红门的红，吼、哦，啊，甲水倒掉，啊，甲清水哦。给清水倒掉，啊，给这个。